那调个凉水泡上。那甜挺好的，尖锐哈。这一大口芹菜才2块钱呢，多便宜呢吗？咱们挺长时间没吃芹菜炒粉了哈。搁点五花肉炒的老香了。啊，我没理他。嗯。这大芹菜挑的宽的，铁板再给它冲开。行，到时候好好洗一会儿。嗯。这根不要的，给它切去。给它拍它拍它，大丹子，来过来找了吧。锅里倒点豆油，芹菜下进去。倒点盐。炒断生肉给它淘出来，肉片爆锅，葱姜干辣椒花椒面酱油，水，粉条子下进炖一会儿，盐，鸡精，老抽，给它炖5分钟。好了，把芹菜下进去，最后搁点蒜末出锅，给涮一下涮。真长，长点行，你吃吧。芹菜这味我还挺能闻的。嗯，算血压高还？正好我血压高，吃点芹菜。这粉条扛住吧。嗯，干揪的。嗯。大人喜不吃，这是蚂蚁上树啊。好像那肉末炒粉条吃，那肉末多像蚂蚁啊，粉条像大树。嗯，那可以是啊。嗯。这个不是。没拦一下子。没有。那今天炒粉像饭店那味儿的啊。你这不夸我手艺好呗，做地基好啊。粉条香。嗯，尝尝非得少搁点肉片，爆一下锅。嗯，香，它就香了。这一般的蘸水炒。上人家吃蘸水炒那不行了。那我们再早那说的，人那也不就蘸水吃粉条。还不得黄啊，上上俩不得黄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